看过变形金刚的对挖地虎一定不会陌生，各种精湛的工艺零件的组合使得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形都能够因地制宜改变自己的形态，为战斗做好准备。在现实中，估计哪一种机械想要实现这一点都有点困难。但是你知道吗，我军也有自己的挖地虎，虽然没有变形金刚中那样灵活多变，但是对于我军现有的形势，这款挖地虎的功能还是很不错的。我军这款狂派挖地虎名字叫做 ET110 型步履式挖掘机，这款挖掘机适用的地形涵盖了我国的基本地形，例如高原、山地、平原等，在 ET110 型步履式挖掘机的脚步之下都如履平地。它最大的功能就是翻山越岭了，各种地形都能够轻松翻越，这一特点使得它在军用和民用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ET110 型步履式挖掘机的机身高度可调，角度可调，各项技能的灵敏度都很高，可以说是一个灵活的大家伙。即使在应对各种被自然灾害所毁坏的恶劣环境中，它的工作仍然能够不受影响，挖掘、起重、钻孔等多种任务都能够轻松完成。大家可能认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家伙，它的操控肯定比较难，事实确实相反，虽然它功能多样，但是集成性却很高，甚至可以实现一个操纵杆控制机身的24个动作模式，即使是没有多少专业知识的小白驾驶员也能够很快上手操纵好它进行工作。 ET110 型步履式挖掘机是我军研制出的一个性能优越的战地挖掘机，因为我军向来都是以土工作业为强项的，想必 ET110 型步履式挖掘机的应用和推广能够使得我国的军工机械水平制作水准更上一层楼。